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草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连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多人听，也免悲伤，也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草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连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，也免悲伤，也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连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也免悲伤，也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忠实的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又搁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。咱这个节目是每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，那么一波是两点开始，啊个四点。那么咱这个节目本来是固定是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那么一波是两点到四点哈。因为最近哈有这个算讲无所不谈哈，而这个新闻事件哈啊比较的较侪啊，所以最近哈啊有当时啊这个。拜二、拜四、拜六，那么有当时啊，阿宏阿妈继续他来做的无所不谈，所以，那么最主要是啊，咱网友吼、观众啊，有这个要求，有这个需要，那么阿宏。拢会尽量吼，大家咱各位网友观众，那么一些需要。后来免客气吼，对阿宏所主持的，这个中医药也好，也是讲无所不谈也好，那么有什么意见，免客气吼，
啊，拢会当利用咱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。那么咱节目就来该开始，来首先看一节社会新闻。其实这种的是社会新闻吼，但是你若是讲事情较大吼，会变成那么政治新闻，或者是讲这个新闻的这个首要。来，咱来看高铁吼、列车吼、有不明的这个行李啊，经过警方证实是暴力物啦，哦，这不是产生讲假，还是讲误会了吼、哦？来，这个台湾高铁12号，也就是昨吼、哦，那么这个有一列北上616次的这个列车，早起9:10行到这个苗栗路段的时阵，旅客通报第11节的这个车厢变速，内面发觉到不明伊的这个行李。那么高铁立即就通报警察啦，啊来停车检查。那么同时在这个桃园站将旅客吼啊来疏散到另外一列620次一列列车顶头，那么继续来北上行程啊。那么根据警方来证实，在两个行李箱内面发觉含有汽油啊加引爆装置的这个暴力物，至于是什么人所为呢？啊，搁爱。搁在调查。那么，这台为左营开往台北的这个616次的这个列车，早起就是12日啦，就是12啊，这个早起9:10。吼、哦，行到这个苗栗路段的时阵，吼、哦，那么列车长接获旅客的这个通报，第11节的这个车厢内面发觉有2件不明的这个行李，那么散发出另外有种的这个气味的，哦，那么高铁立即通报高铁警察。那么在新竹站就停车进行安检。那么你这个航空中心为求慎重的这个起见，只是列车长在停靠桃园站的时阵，疏散车顶600多名的这个旅客，并且改。坐这个620次列车，继续啊来北上。啊，旅客行程大概延误着38分钟。高铁发言人陶玲武表示咧，哦，啊，那么虽然事件原因不袂使归责于这个高铁咧，但是其这个服务旅客的这个立场，那么将会补偿这个旅客半价的这个坐车优惠券一张。哦，所以讲到眼前，个人客算安尼，眼前差不多有30几分啊，要到40分。哦，也敢那这个算讲冇耽误人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你若是讲有诶拄啊好。啊，办代志的开会啦，还是讲什么会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讲耽误啊。哦，唔管讲有耽误无耽误，啊，那么高铁的哦，伊负责哦，
这个服务旅客哦，也这个立场，所以伊这个人每一个人哦，阿拢会犹太这个算讲半个，而这个犹太官一张就对了，哦，算讲伊都你都，譬如讲都。唔管讲坐到倒啦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你着300块，啊，伊阁加150块，吼、哦，而且咧一张即个犹太券互你着对，吼、哦，下回你要坐，这张甲倒去，你着减150块就对个啦，吼、哦。那么警方下晡证实，在两个行李。箱的这个内面发觉讲含有汽油啊，加引爆装置的这个爆裂物，那么已经交由铁路警察局刑警，而且刑警队伊的这个监视人员啊来处理。至于是什么人所藏的，哦，也是孙阿娘，目的是什么？警方还搁伫个深入调查当中。好、哦，这箱拢有翕起来，哦，这个行李有好遐大卡，哦，将到这个车厢的这个边锁拢塌甲甜甜，哦，伊个行李真大卡。哦，行李真大卡，这是高铁的吼，会使讲，哎、欸，敢是我所知啊，敢是头一件，嗯，过去有啦，但是迄种的拢比较的较细啦，哦，啊，这比较的较大，啊，所以这个新闻吼。那么大家小可甲注意一下吼，无、哦、一定啦，哦，旁边有当时啊吼、哦，有种的这个情形吼、哦，啊，当然啊，咱爱提高警觉吼，有啥物可疑的事件，咱拢赶紧哦，看是要卡这个一空的，哦，这个报警啊来处理。来，好、哦，血淋，哦，手都看见着装的脑浆，以及个汽油弹。这是《中国时报》台北报道。警方防暴专家表示。高铁以及到立委服务处发觉有这个爆裂物的，那么为了介汽油弹啊甲爆裂物之间呢，是国内第一遍发觉以脑浆引爆汽油的这个案例，国外嘛真少看到这种的这个手法，但是汽油爆裂为了。不良啊，来小事哦。那是真正哦，紧急在赛中间，高铁哦顶头拿来引爆的话了，恐惊将造成死伤惨重。那么防爆专家在讲啊，这种的这个方式制造的这个爆裂物并不安定啊。哦，这个意思就是讲。随时随地拢会当啊来爆炸，哦，唔是讲你用过这个时间啊，一定拢照迄个时间啊来伫爆炸，无一定，吼、哦，因为伊这个汽油，吼、哦，会震动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摇摇晃晃哩，哦，所以这个爆裂物的时阵啊，无稳定，随时随地拢有爆炸的这个可能。那么制造者在过程中嘛，可能随时发生危险，吼、哦。
那么国外因为处理火药真简单，真容易，无必要的时阵，以这种的这个方式，来制作这个暴力物的。那么歹徒为什么所在而来，是警方调查的这个重点之一。那么警方表示，因为脑中的这个电流无够，才无造成暴力物的这个引爆啦。如果会顺顺来成功来引爆大量汽油，加上加速管，会产生剧烈燃烧的这个暴力现象啦。所以伊即马一个爆炸吼，火嘛呢？哦，散开啦！啊，但是国公倒转来，伊伫个变数的吼，下伫个变数吼，我相信讲杀伤力会减轻啊！哦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你爆炸有这个测速，伊的这个四周围嘛吼，四周围有这个壁吼。虽然讲伊这个表我看是拢塑胶啦，但是哦，你讲爆炸吼，加加减减，拢依然是减少爆炸的这个威力的。哦，以阿红伊的这个安尼这么看见哦，这个见解哦。所以他在说的时候，说他这个暴力物的这个威力，瞬间那是会像像爆炸一样，威力会惊人啊。但是我在说，他有那个四周围，有那个这个墙，来挡住，会减少他爆炸了后，散开的这个威力。那么一般的这个暴力物，以火、炸药的这个种类，以及着开关种类作为这个区分呢。那么以炸药的这个威力上介大，比较在那看就是讲用过加暴药、乌色的这个火药造成的这个暴力物，杀伤力嘛比长发现伊的这个汽油弹。管就对了。那么90年间的时候，一个查甫的男子黄金生，就是摕火药制成的这个炸弹，四罐的这个汽油，啊，甲警方对峙6点外钟久。那么最后黄金生突然引爆，那么火药加上汽油，伊的这个爆炸威力。当场将着伊炸成碎地啊！哦，惨不忍睹。意思就是讲家己自杀啦，哦，家己自杀。那么至于这个暴力物的这个引爆方式有定时，那么水源伊的这个空洞，啊个抽发，啊个压发，啊个控光顶。那么昨发觉这个暴力物。歹徒是以脑浆定时以这个方式企图来引爆。防爆专家表示，用这种的方式真歹引爆汽油啦。伊的这个目的应该是以恐吓的成分比较的较悬啊。高铁站。头一边被放伫这个暴力物，国内公共运输工具过去嘛曾经发生类似的这个案例，在民国71年的这个大年初二啦，花莲发生一起震惊社会的这个炸弹自杀事件，37岁的这个男子。吴辉汉因为家母离婚，
哦，那么一时想未开，啊，带两个囡仔，哦，啊坐北回铁路列车的时阵，在南部的这个隧道内面，音波偷藏的这个监控摄用的这个塑胶这个炸药啊，啊来自杀。当场造成白阿囝三个人惨死，村内伊个即个人客一个人死亡，十三个人受伤。那么另外，即个白米炸弹揢即个杨如门啊，伫个九十二年底连续啊来藏伫即个白米炸弹背处，九十三年。原价、利价两度放伫个代替的这个列车顶头。二月二日，迄一边甚至还搁伫个列车顶头爆炸，所幸就是讲无人伤亡啦。后来咱休困几分钟，稍等下再搁转来嘿。来，来，阿红的心声甲断落。阵阵小雨，阵阵落，阿甲身躯湿透透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，也是要落雨。这款的凄惨日子，叫伊怎样度？故乡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，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阵阵寒，予伊感觉心也寒。伊故乡在桂林山坡，目睭紧紧看。黄昏时，日头渐渐对落山峦边。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阵阵小雨，阵阵落。甲身躯湿透透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，也是要落雨。这款的凄惨日子，叫伊怎样度？回去故乡，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。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
生的心情，明明你就来骂阮，做人无正经。心爱的爱分明，一切为你来牺牲。阮犹原，阮犹原，阮犹原等你回来，快乐一生。哪通放阮徘徊着哀愁的风有叫。比情苦闷离开身边，自暴自弃的人生，找着份就离。心爱的阮心，你会辜负阮情意，枉费阮。枉费阮，枉费阮满腹期待，若是你悲哀，无聊又来怀念着哀愁的风呼叫。纯情的爱，你若袂了解，你怎样来离开？无讲无人知，心爱的，请原谅，何必对阮去猜猜？你全无。你全无，你全无体贴关怀，实在不应该。希望今夜再回来，哀愁的风呼叫。到底什么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敢讲坦白。虽然是一直暗藏，心中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惦在歌单，最需要是我的。人若知我有如你，下头又吃多，恐惊可比秋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坠落地。境内造成无聊的命运，满面的胭脂水粉，打扮当青春。
上舞台，表演歌唱，引人袂分笑纹纹。因为我踮在歌坛，靠艺术赚钱本。无惊来，相依为命，落苦无疑论，哪着怨叹？无情的郎君，每日心肝乱纷纷。一唱已经早我等，亲像来请用女儿，不愿靠别人。孤情郎离开了后，将着爱情拢全放。因为我踮在歌坛，有能力在我等。期待着美丽前程，相信有好梦，用心栽培女儿的清香，是我一生的愿望。来，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。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开始，啊个四点。有缘由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啊，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吼。那么这个社会书哦，这个高铁头一遍哦，好人啊，该藏这个暴力物的哦，暴力物，当然暴力，卖使讲是炸弹啊，哈、哦，爆炸这种拢算炸弹，但是炸弹的结果有分几来种啦，哦，像咱那军事迄种的嘛是炸弹哦，也是算安尼啊。通过这个汽油，这嘛是炸弹哦，反正一爆炸，拢是炸弹哦。来，那么高铁险险啊遭受着，算讲炸歹去啦哦，伊个这个列车，啊，那么一工吼、哦、两个这个段啦，来，那么一段就是高铁的，啊，另外一段来。就是立委服务处嘛惊魂啊！这是中国时报综合报道。那么台湾高铁列车啊，甲新北市这个市立立委啦，哦，新北市立委罗家新服务处十二日，也就是昨啦，哦，那么前后遭受。这个风定时汽油弹，伊个这个攻击威胁的。那么歹徒以旅行箱内面装这个汽油、电线、脑筋等等这个物件，分别放伫个车厢、便所以及到服务处的这个门口啊。那么企图制造旅客恐慌呢？而且的时阵，那恐吓的这个意图真明显。警方调阅到这个监视器的这个画面，收集伊的这个举证，伊锁定推塞这个女性箱的这个男主，电流不足，
所以油桶燃烧无引起爆炸。警方调查，高铁顶头一粒旅行箱内面的这个脑浆，伊用个定时方式啊来启动这个汽油弹。那么那是烧起来的时阵，产生爆炸。研判黑色会使讲足以将规个这个车厢啊来吞噬啊，就是拢来烧起来就对了。哦，所以因为电流无足，干那产生热能的这个高温，和汽油桶的这个燃烧无完全，哦，才袂造成这个。算讲憾事啦。高铁通车六年来，首遍发生车顶有爆裂物，已由铁路警察局会同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，国安局嘛介入调查。警方比对旅行箱顶头伊个即个指纹透过立站监视的这个录音机啊，掌握到一名哦，携带旅行箱上车的这个可疑男子的这个画面。通车六年，头一摆看到车厢的这个爆裂物的。另外，昨暗警方勘验。罗家新服务处，这个监视录影带嘛，发现一名头戴鸭嘴帽啊，哦，身穿类似警察的这个雨伞男子，将到三零伊的这个算讲，这是啥？Spark， 哦，三零的算呢，这 Spark 类的款呐，哦，这个车厢型的呐，那么填坑的附近，那么为车中塞出两个这个旅行箱，为马路真紧就行到立位的这个。罗玉新服务处的这个头前，那么该男子甲高铁塞这个旅行箱，而这个男子是不是讲同一个人？那么上代还过来厘清呢？这我是感觉真奇怪啦，安怎讲奇怪？啊，画面都讲有翕起来啊，你好心想的是，那么高铁的。嘛是有翕到啊，翕到这个提两粒行李箱的这个大包的啦，对不对？伊的孙阿娘都无讲有挂口罩啦，还是从什么遐哦来安抚无啊？那噶呢？这个高铁的这个应该伊的这个面貌都看较详细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按照这个新闻的报道写的是嘛？那么伊这个。罗家新服务处，加这个男子，是不是？伊的孙阿娘有戴着这个鸭嘴帽啊，身穿类似警察的这个雨伞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所以的孙阿娘搁撞到迄个什么什么箱型的这个车停的箱啊型的车啦，啊，那么停的这个。库军啊，哦，那么应该伊讲是毋是同一个人？在我来看，这应该是真清楚才对了。安怎讲呢？所以我定定伫咧讲哦，我感觉这警方哦真奇怪呢。欸，你甲想啦，有诶吼，你若车内有低头族诶也好啦，啥物也好啦，嘿，奇怪呢。啊，伊都有法度人去辨识出来哩，啊，自然会顺啊单。发单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就寄到恁家，
你走拢走袂去哩。啊，若撞到这個，我感觉奇怪，是安怎讲安尼，拢会点啊潜来潜去的，嘿，我就感觉真奇怪。哦，你做你啊看，迄车祸搁较无明的三样，伊安尼有法度人去，唔知安怎去用讲有啊，看有啊安尼。啊，这伊讲看无，我感觉真奇怪，想袂响，吼、哦。所以就讲，阿黑甲这个是毋是同一个人呢？都爱等待，啊来厘清，厘清就是意思讲爱等，啊，搁要安怎来，啊来，啊来和，啊来去看呢，就对了，哦。那么昨夜开往台北的这个616号的这个列车，早起9:10，行到这个苗栗段的时阵，哦，突然间。哦，传出的时阵，浓烈汽油这个味。那么旅客通报列车长，啊来检查看卖啊。那么在第11节的这个车厢便所，找到两粒旅行箱，内面可疑有装着这个爆裂物了。那么危机四伏，将着600多名的这个旅客。紧急要来疏散，那么该列车伫个9:45紧急停靠着桃园站，那么600多名的这个旅客被疏散落车，改坐620号列车啊，继续要来北上，桃园消防局。第一时间接获发现啊，那么毒化这个气体，而这个报案，出动特种的这个搜救队到现场啊来解剖，专门处理爆裂物伊的这个刑事局侦查队的派员赶紧到通站，那么侦查队嘛派员支援侦办。防爆人员先以小块型的这个摄影机，哦，啊来检视旅行箱内面爆裂物的这个装置的，那么确认无这个雷管等引爆的这个物件了后，啊才大胆伊的时阵呢，迷锁啊来抽出这个汽油弹，吼、哦。那么两粒旅行箱各装有一桶5加仑，伊的这个汽油哦，啊，这遐大粒哦，5加仑的这个汽油哦，以及着两桶火红白的这个加速管哦，啊，这哦，这嘛会当去查。开始的时阵啊，卖这个加速管的，即个这个包括厂商哦。包括的时阵啊，啊，这个门市部的，对不对啦？因为伊这有牌啊，对不对？火红牌嘛，啊，所以一定各个时阵啊，这个派出所，那么会派警员啊，吼、哦，那么有当时啊，挨家挨户，吼、哦，去问讲，哎，啊，恁有咧卖这个压缩罐？黑红白无安尼，啊，拢会问，哦，啊就有啊，安怎？你要买？唔是啊，啊有早起也是昨有人来甲恁买这个压缩罐，啊有，啊是当时，嗯，啊都昨买暗啊，吼、哦，要买几罐？买3罐，哎、欸，无啥对哦，伊这是2罐哩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所以就是安尼先查哩，哦，啊，当然啦、啊，2罐3罐不一定啊，不一定伊买3罐用2罐嘛，哦，所以嘛，使过问讲啊，这人生做啥款，你敢捌哩安尼，哦，对不对？问到有一支笔啦，拢是安尼先咧调查啦，你讲对唔对？啊，那么其中红乌色的这个女性。箱内面汽油桶顶头以透明塑胶粘条的一个
大概这个手掌大，伊个一个红色脑浆，并以电线，那么连接脑浆啊个汤口，那么脑浆定时装的已启动啊，哦，嘛唔知当时开始就对，啊，就到咧削削削削啊哩，哦，啊，那到当时开始嘛唔知啦，哦，啊，几点要爆炸嘛唔知，哦。那么造成汽油桶顶头哦，小可有迄个烧的这个痕迹。伊如果啊，佮有囡仔不明伊的这个算讲，囡仔涂装的这个物件，以及一粒红色的这个钢瓶哦，钢瓶哦，哦。那么另外一个黑色的旅行箱内面，都有两罐这个玻璃罐。装的这个汽油，玻璃罐啊装的这个汽油。那么因为这个罐啊盖无算讲无锁严就对啊啦，造成汽油的这个流出来啦。当然，伊这个油味都四散去啊，所以大家闻到有一个味啊。那么黄色的这个脑浆都无粘伫个汤啊，就对啊啦。那么另外有两包樟脑丸，大量的这个白色颗粒安尼呢，哦，这嘛要查看卖啊，白色的颗粒，毛可能安慰他们啊，好对不对啦？啊，那么初步化验结果啊，白色的颗粒类似的是哪呢？关节片的这个硝酸铵啊。那么硝酸铵虽然是纯甘。伊个即个炸药，但是歹徒可能想要用来做烧就对啦。那么监视人员哦，那么小可讲即个旅行箱啊落来袂少伊个即个粉末状态个即个物件，初步认为讲毋是火药啦，哦，毋是火药啦，你个想哦。那么在立委的这个罗家兴服务处发觉的这个两粒，这个橘黄色的这个旅行箱内面，嘛是以哦差不多手掌这大的这个脑浆，红色的这个电线以及着汽油哦汽油桶啊来连接。承办人员透露，其中一个爆裂物，伊有减一个迄个装置就对了。但袂影响到音波的这个功能啦，哦，这拢是伫敢若北韩同款啦，吼，啊，伫个时阵啊，恐吓的都掉啦，哦，后来咱时间也已经到，那么到这就结束，期待下一个单元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